现在 iPhone 16都快来了，怎么还有铁铁在问 iPhone 15到底好不好用？如果说在3000多价位段一定要看完小杨这期视频，你就知道 iPhone 15还值不值得入手。首先15这台机器小杨也是深度体验过的，那么今天小杨就来讲讲 iPhone 15的一个真实使用体验。外观上铝合金的边框加上融色玻璃设计，手感和颜值都是非常 OK 的。屏幕搭载是一块 6.1 英寸顶级 OLED 的屏幕，虽然说没有120Hz 的动态高刷，但清晰度和观感来说小杨都能给到90分的一个评分。搭载这 A16 仿生处理器，性能放到目前来说，无论是运行各种软件还是重度使用，对它来说都没难度。后置拍照方面，主摄升级了4800万像素，成像效果非常清晰。那么像小杨手上这个是一台95星美版卡贴的机器，市场拿货价是30张，因为是帮粉丝淘的，所以说小杨3199直接安排，还送这些壳膜配件。